拿下来了，几下比较快。哎呦，纸片什么题目？哎、欸，啊，你不是你刚才破梗了、欸？其实鬼鬼也很久没来了、欸，比如那个、欸、对啊，我已经不会玩了。啊！哦，还有这种东西哦，哦，随机哦，题目产生，好有趣哦，十个字以内，不知道哦，我已经不知道怎么玩了，比较难，参考而已啊。什么十个字以上的形容词形容你的上家是不是？哦，真的假的？可以耶，不是，你都说形容上家是要怎么猜？对啊，上家是谁？嗯。要猜他的形容到底是什么东西？Tape 的上家我是可以接受啦。Tape 上家Tape 上家、啊、真的吗、啊、要做搞这种事哦。Tape 上家第一次见面。没有，这一样，这一样的。一样啊，一样啊。紫片想说我上家是谁啊？我上家。那是 Lumi。我上家应该可以啦。等一下，一进去上家就不一样了。哦，所以真的要这个吗？真的吗？换一个吧。这么夸张？其实十个字有点多，十个字以内。鬼鬼是几届没参加？至少十届以上没参加。很久很久哎、欸。对啊，一点三，你比露米还菜了、欸。我超菜，我才一次而已。新玩家，我是新玩家。他再怎么样都比紫片厉害啊！哎、欸，好哎，别、欸、说我玩过了，至少五次以上哦。但是那两次是几年前啊？很久很久以前，三年前，很久，我都不知道现在还有这种地图了。啊，要什么呢？要什么？对啊，要什么？我们是有什么瞎趴小物？瞎趴小物，小物其实不是不行哎、欸，还蛮有趣的。瞎趴小物，瞎趴小物哦，瞎趴小物。好像怪怪的，换个数字。瞎趴小物，瞎趴小物哦，瞎趴、哦。完了，想一下，还有很瞎趴呢。对、啊，就是比较特别的啊，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小物？特别想要或者是拥有的。想要就是、啊、要多小才叫小、哦、有这样就可以让有人就是可以买来装饰啊买来装饰可是 我想的那个有点大不是小屋OK 我想到了我想到了可能是 一组沙发我太穷了瞎趴小屋要多小才叫小屋啊我觉得就看你这个人的这个定义都可以你也要认为沙发是小屋也可以，沙发小屋是什么东西啊？有这我有想盖的，我想是有想到的，对啊，我是有想到，我觉得挺不错的。有没有什么想要或你已经拥有的小屋？有住家小屋，有。哦，瞎趴，但是要瞎趴、啊，可以啊，秋风。不瞎趴不行，是不是？嗯，好啊，继续想要，想要瞎，可以可以。打开哆啦 A 梦百宝袋了吗？瞎趴。哇！进来，谁没进来？难哦，鬼鬼，很皮尔，在哪里？我不会玩，抓到了。太久没玩了，对不起。上地图我没玩过啊，新地图。我们也只玩过一次而已，是哦。上一次有参加的，我还想说只有我这么不熟这样子。跑团应该也没玩过这一张吧？没有没有，上一次是一点。对，但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定啊？我有点忘了、欸。他很多拉杆可以拉、欸，不是有那个吗？强制传送什么的，应该关闭了吧？冒险模式下车、哦，有 off 有 off， 无重力有啊，有 on 哎、欸，无重力 on 哎、欸，嗯。无重力按啊，可以啊。好，那就这样啦。Oh. 永久掉落物品没错啊。对，好。好，87啦，可以走啦。87走。嗯。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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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啊！加的加快小物，哎、欸，记得大家要拿掉材质包，要原始的。好。瞎趴小物哦。
那我最近有买一个虾趴小物，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很想要但是还没有的东西。之前我这个之前要买，买到忘记了，蛮虾趴的、啊啊啊。我觉得这个也很虾趴，一定要存在的吗？存在就观众观众是可以吧？或者是你拥有的？我拥有的，所以那种还没做出来，但是想要我觉得我这题目太好了。很帅哎、欸，我超想要这个东西的。等他发明可以吗？还没发明，但是想要的。不要说，我至少有人讨论过吧，这样大家比较能够盖出来。我这个命名牌用完之后要丢哪呢？被教一下。哦，想起来了，阿弟猫跳台啊！讲、哦、这个瞎趴的嘞。哦，这个超帅、哦。原来如此。没看过给你看、啊、不知道这是什么吧？哼哼，吓趴的嘞！我觉得这个很好，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是说不知道题目还是你？不是，你抽到题目了、哦，自己不知道，还没还没，什么东西？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哇，强哦！这个写字这样写吗？我怕我打就可以吧？放在那个介、啊、夫，那就这样吧。和尚命名他，没有那么深，我怕大家还不知道是什么。还括号一下，坦克车。哎呦，这孤坦克车，你前面是会有谁？哎、欸，学生吗？哦哦哦，哎，剩我了，剩我了。哎、欸，对不起啊，我还在确认我的字有没有打错。好了，不管了啦。来啦！瞎趴哦，这个超瞎趴的，这瞎趴。他现在生成成哇，什么东西、啊？哎、欸。这个有吧、哦？就想要啊！欸、现在不知道是有谁的，有啊，看不到题目，看得到。秋风的写，秋风，你这什么东西啊？这怎么这么棒？哎、欸，那个就是瞎趴小物啊！哎、欸，我的是谁写的、啊？这要盖哪？我的是鬼鬼的、欸，这是谁的、啊？纸片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啦。正常的，有查一下，我找不到题目是正常的吗？奇怪，这是什么的？在你正中间。题目是正常的吗？土秘在哪里啊？题目在哪里啊？题目叫做请盖出那个在你正前方。你的那个项链，我以为你说 Google 找不到。不是啊，我 Google 有点找不到啊，秋风。这个也找不到啊，纸片这是什么啦？等一下。请问一下，题目是从哪边看的、啊？你的荧幕正中间啊！你的荧幕正中间，荧幕正中间在往下两三公分。荧幕正中间找得到中文字啊？中文字？为什么？中文字？那个，你的选项的上面一点，你不要按 D 哦，你要按 D。哎、欸，还是根本没出题呀、啊？是没出到？真的假？是没出到？有啦，有应该有吧？你说我要按我，你说我要按什么？不要按，不用按任何东西，就会有字在我的画面上，对不对？滚动一下滑鼠中，对，啊、哦，有了，你是按到 F1 之类的，不是，我不知道滚动。OK， 没事，什么？你切换它就会出现了。什么啊？这是什么东西啊，秋梦？勇哥，你是什么东西啊？我也看不懂。纸片出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两个动物？我猜应该是类似这种。好奇怪，怎么那么奇怪？随便盖了，随便盖了。我的只随便盖了。我的那个是一个，我不能讲，算了。你 Google 得到，你为什么要出一个 Google 不到的东西？我的可以的。你的不行啊，纸片。我的可能也不行。我才 Google 不到哎、欸。我跟你提示，它是一个家具啦，它是一个家具啦。沙发。因为我觉得我看的沙发。沙发小物，我盖的鬼鬼出的也是家具啊。真是家具。纸片的小物真小啊。我的很好用，好沙发嘛，对不对？怎么可能？好了，姑且盖那个好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弄哦。我觉得我的够瞎、啊，你的很瞎、欸，不是瞎，不是要瞎吗？你瞎到，不是说你不是要成为瞎妹啊？你是谁看得出来啊？我们瞎他跟瞎不一样吧？我要 Google 一下，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相信你可以的。你用什么？你用什么东西相信的？直觉，因为他是瞎妹啊，太瞎了，真的好笑。我纸片有人相信你，可以了。
有人哦，真假的，有人也找不到哦。这个，哎、欸，所以团团你买这个没啊？还没啊，我就是想要，但是还没有。可以啊，月入几十万上下的人不买，谁买得起？什么跟什么？买了啦，什么小物？什么小物？大物都买得起，房子都买下去了，还怕什么？买了啦，太多了，太多了。房间小物，地契，的确蛮重要的。我不会画这个。完了，我们等下要我死定了，我死定了，看到紫片功法了，我死定了，我死定了，我死定了。没有，是你下一家死定了，死定了。拜托，不要是我。你看，你现在看得到上一家是谁啊？等一下就是猜紫片了。我是不是什么？哦，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不相信有人可以盖出这东西来。我真的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哦！你不要拿你的纸片功法去看别人，我真的不相信哦！你不相信？那你等一下猜题的时候可以陷害别人，可以？居然吗？陷害回去？嗯，你不用盖这个啊。对耶，突然想到了，这个有限时吗？没有没有，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好好好，上面都是压力而已，好，只是点压力而已。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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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上面在跑，有点怕。不要怕，到时候猜给大家看的时候，会看你盖了多少时间，就知道你花了这么久时间还盖这样子，有没有？看你都在干些什么。从外面看应该。好奇怪哦，如果你在你心中真的这东西盖得出来吗？可以啊，真的可以啊，应该可以。你不要拿自己去看别人，你干嘛一直逼问人家？应该可以了。巧克力都没说他盖不出来了，到底是怎么讲？我很难呢、欸。不行，我要换一个。感觉主要用这个颜色呈现，这样不行，好丑。嗯，什么？紫片在在意美观？不是，真的太丑了。你已经不是昔日的紫片了。哼。然后就等下看，看你盖的。什么东西啊？哎，他那个东西要怎么无重力啊 ？Q 出去是吧 ？Q 出去。丢出去，它会沉下去、欸，沉下去。你头水里没头仰高，嗯、啊，水里有水里啊、哦，水里好像会下去、欸，空中才会飘着。哦，我的观众也不知道是怎么盖啊，这不能怪我，没有人看得懂这是什么。哎呦，它就是很简单的东西而已，只是形容描述的比较奇怪而已。但你那几个东西合在一起，真的不知道怎么改。我其实是后面，我其实是后面来不及改了。来不及改，出题的要怎么来不及了？你好难啊！取消，我的手都麻了，不要害我。哇塞！你就没有人催你？出题的最慢，为什么你还说来不及改？我真的很崩溃。对啊，不是可以打掉它吗？你怎么用那？什么东西啦？
我比较好奇你等下盖成什么东西。我也蛮好奇的。嗯，好，决定了。这个有看起来很快乐的吗？看起来很想买吗？我尽力了啊，这个东西真的太难盖了啦。但是有呈现出那样的氛围就可以了，没关系，下一个 就会歪了嘛，对不对？我觉得我这个也是一定会歪啦，盖不出来，盖不出来。好，这样啊。那主要是挂号的那个东东啊，这样子就是可以了，可以了。没有，主要是前面的。